声音啊，你们可以讲话。可能是公立哦，对啊，我这学校是民主，你家不公立，我的也是，你是省区吗？好吗？要帮我连安的。哪一个？应该吧。好，你看都不会围绕女主吗？这样子真的那个，只要我能，啊，可以过来，这样还有留下这样子。啊，你坐，你坐，坐。你那个位置是最好的了，如果你整个人在里面。可是会有点丑啊，可是。至少是可以知道你要的东西。对啊，那确实是啊。你帮我继续量一下。来来，我给我测量，我的盖件哦。啊，对。第一个是在哪一个？那个拒绝的。哪一个？哦，你家还没有画拒绝的，我家有这边，我这边。你家拒绝的，我这边。你家啥？我有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个是什么币？什么币？我这边有这个东西，拿起来。还有接驳的，看一下。接驳还行。对啊。要怎么样走？走走这边。哎，你们讲，你讲看到、哦、那个。等一下。OK， 你叫哪边？我两左一左右。就左边这边的。啊。就靠近来一点点。这边来几个？这边还太过一点点。比较高一点点点，不要装，不要碰边啊，这边这样子。或者你怕的话，你就出去一点哦。这样你可以再磨起来了。你慢，你不要快。再放一点，再放一点，再放慢一点，我只注意。慢点再行。你现在脱口罩了，一直吹向外面方向，你可以看到自己。啊，这样子吹，从你过来才戴口罩。摸的时候戴口罩啊，啊，摸的时候啊，戴眼罩也是啊，比如说。
你这样子，你不要从那个，你这样子。像我，哎，季姐，不好意思哎。对，不要弄啊，不要从后面夹的，三个。对。它不可以帮你，能行不行？你这样子磨看不到，你这样子磨，你看到线。OK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屁股顶向这里哦。啊，我下去吗？我，你知道吗？快点哦。
你磨不到了，你不要去了。